政治消息，国民党立委徐嘉欣伊个大哥牵涉到洗钱的案件，所以讲第一时间伊讲双方拢无咧交叉啊，也毋过有真侪既定证据啦，显示讲彼此也有伫往来。即民进党立委黄捷就抛出真侪图，讲即徐嘉欣竞选议员的期间，因大哥毋但写文章甲助选，阁写讲大家请支持我的嘉欣。另外伫徐嘉欣受到即个无写名即个非法攻击时，因大哥嘛转发即个文章伫批评，看出来两个人有交情。即徐嘉欣是表示讲大哥是因为亲人的关系才甲支持，啊那徐嘉欣的先生叫刘彦礼，今日嘛定情讲绝对无牵涉即案件，那有。会随时进。前一天哭到真伤心，一滴目屎三斤重，趴伫咧暴君旗胸坎，讲寡委屈，拄寡委屈。徐嘉欣的大哥敢若牵涉诈骗案，互伊哭惨，讲这甲家己无关系。啊，即马防范院就伫咧伊竞选议员时，大哥是嘉欣的助选团。因为黄泽民找捧出相片，徐嘉欣的大哥在2018年拍出伊拜票背影的相片，写“卡心卡心掉地血”，前一个月请支持军人卡心，徐嘉欣也用私人的号码给市长回应。另外一篇2023年，徐嘉欣收到有人改攻击，伊的大哥嘛斗相共讲话，讲这个社会到底有偌济恶意，两人互动是看起来交情真好。第一个他说谎，第二个他双标，他说我跟大姑早就不相往来，结果。事实上，去年他的造势场合就是跟大姑合作的，看起来是互动非常密切，而且在这其中都还有陆续的有参叙，大家也都找出他们同桌吃饭的合照。如果有这些互动，还叫做关系很远，叫做没有互相往来吗？大姑她自己，毕竟她是我们家的家人，过年过节都还是会见到。因为我想来想去，觉得到底关我屁事啊！老公的姐姐除了支持我，因为我是家人之外，那他每一次大选里面，他支持的对象都是蔡英文跟赖清德。大哥早起按路人路多，徐嘉欣气不破，牵拖对民进党去，让英安老干体头一摆出面回应，绝对完全没有涉入。如果我有涉入，我会立刻。请辞下台。事实到底是啥款？检调查明，厘清真相。只不过徐嘉欣面对早起的事件，就予人即期伊无嘴讲别人，无嘴讲家己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